发生蛮辛苦的，时间非常非常长。他那个是16块钱一个小时，还是18块钱一个？好搞哎，我自己都没钱嘞，每天还要拆衣服。我现在是不做了。你找到人家了吗？我回家，我找人家干什么？不做啊。嗯。准备二胎了。是。咋办了啊？拼不着眼睛，你不要讲啊！我拼不着眼睛。我是你老婆，凭什么？你他妈的，自己老张就快拿到8000万了，啊？Thank you.